ถ้าให้ฉันแข่งกับเธอเพื่อลืมเรื่องราวของเราฉันพึ่งแพ้ช่วยพายยาจะผ่านไปชื่อจะอีเมล你的屁股里面什么说你的手上你的脖衣你的胳膊上对不对好是如果是不是免费的向你回答吗会啊哦不会我知道你不会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没有在中国还比较安全如果没有外出的计划的话感觉但是还是打一下吧为了安全起见今天怎么这么高啊因为我穿了高跟鞋好看的是老公的鞋好看哦说你我从没想到这么大的乐比比比都让他心里留下去我们现在打完了我的感觉是其实还挺疼的就是那个护士把针头插进你的的时候是很疼的然后打的过程中就很快十秒钟大概就能打完打完之后就会在那个地方休息一下嗨你睡觉了吗不用睡觉马上有个人帮你说你可以睡觉对不对还有地方睡觉吗你给我忙了吗